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大学的陈一鸣。那我今天要谈的是张信哲的《过火》。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手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终究无动于衷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问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感情漩涡，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